有经验的医生在取的时候速度快，伤害小，其实大部分的患者术后并不会感到明显的疼痛。2到3份的水果，用你的拳头来量。有人就会说啊，我的拳头比较大。对，就是用你的拳头量。那如果你长得很瘦小，拳头很小，对，你就是用你的拳头量。它会让你更容易的控制你的进食量，因为它的原理是借由影响你一整天的卡路里摄取量，所以效果一定是影响你的全身。目前市售厚度 0.04mm 以下的保险套都是由聚氨酯制成，但是因为聚氨酯的弹性比乳胶差，所以在使用的时候建议要搭配，以免造成保险套破裂。怎么办呢？我们是不是就一定要在这两种之间做一个选择？难道有一好就不能有二好吗？